全国新鲜鱼的数量近来减少，我推动演的三海连等两年真实状，为了鼓励同旁强加重学生鱼的负担，推动演政府对今年起始这个干嘛一万零元的鲜鱼补贴，将头头鱼有四万零元，天鱼有四万五千零元，将第三头以上就有五万零元。还有推动的鲜鱼补贴，竟然同速度台北市中央是全国第二大县市。中央政府方接过江西人的生意的电路，楼梯三台鲜鱼补助五万元，一礼拜增变作三个生意的阿爸小爸爸收到同款去。此经营起始，同央政府同鲜鱼补助各增加一万元。小爸爸讲，一边鲜鱼补助有些的天数多深哦，可能还是要考量到就是。会鼓励身边的夫妻朋友他们能够多生啊，那我们自己大概就是这第三个就可以。这通街同一一百一十一年到一百一十一年，连续两年，今年的出生人口数都比前一年增加，是全国唯一出生率正成长的县市。县政府认为，主要是因为安东人的传统，包括五十前育儿之徒多车服务，生人的转职移民之徒，中大树叶夫。中央部署一条政策，提供新儿育幼三的宽态度的环境。新手爸妈育儿成本降低，而且更方便，在做这个育儿指导等等，所以我们今年呢又提高了一万块的补助啊。同央政府强调，今年起始先要补助第一台四万元，第二台四万五千元，第三台以上五万元。香港系慈善强面，国家上慈善强公所每台补助六万元。慈善强的新生意，总共做了两十万元客家，一边做全国生育补助最多的乡镇，客家新闻陈敏同不同？